两名黑衣男子当街扭打在一起，没想到其中一人竟然开枪扫射，附近民众全吓坏。事发在新北新庄中和街，原来沈姓及张姓男子共同追求一名女生，双方争风吃醋。七号晚间八点多，沈姓男子找来严姓大哥，带着空气枪来到情敌住处，二话不说直接朝脸部射击，造成张姓男子左耳红肿渗血。不到两小时内，即将延揽查气到案，并于住处查扣两把空气枪。传警询后，依伤害罪嫌，将严姓男子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而同样亮枪的还有他。三重西尾街一间歌友会外头，整群人打到大马路上，一名廖姓男子赶来支援助阵，手持改造枪，众目睽睽之下挥舞作势射击，众人立刻惊吓狂逃。啊，对方是谁？你们认识吗？对啊，我来这里啊，来这里。那几个是叫过来的。挡住了，六百吧。警方获报后调阅周边监视器，一路巡线追查，终于在芦洲一处公寓逮到亮枪的廖姓男子。专案小组持票前往廖嫌住家搜索，扣改造枪支一把，弹夹一个，附近黄一组。前一相挺凶狠亮枪恐吓，廖姓犯嫌讯后，也依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移送法办。记者黄天佑、陈冠宇新北报道。